枝写得很轻啊，枝跟云不知所云，云就差在斜度，其实两个字长得好像。书，这个书它这里面写了很多次，这是我看起来最方硬的一次哦。一般它都写的略有点圆转，这写的有点方切啊。墨头大，身体小啊，他喜欢写那个上面好大好大，下面好短好短，啊，这他习惯。末年年，好起来，三折，两折是手，三折是年。多，多多，就感觉有点驼背啊。庙，这个庙它写的倒是有点一直斜上去，歪斜的感觉被挤压到歪斜的效果。当。当饱满啊，这上宽下哦，这粗细弹性做的真的是超好的。当圆，这个字是小的，一样那种粗细弹性。孙国挺做的真是一流啊！丝。这写的比较碎碎断断的，绿，鼓起来，最右鼻的甩出去。